姐姐、我弟弟都怕我爸，就那种怕、害怕、afraid、scared。这个不好，对，哇，然后我爸打我的时候，我妈跟他吵架，我妈就会 protect me，来，就，然后就是，然后第二天我妈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 go back her parents home，然后 second morning，然后跟妈就是我爸爸的妈妈，就是我的奶奶，然后她就会，她就说我，她就说就是因为你妈妈走了，就是因为你 because of you，真的所以吗？我就。啊，Oh 所 my 以我就 god，特那个别不非常开不心。好，哎，非常对非啊，常不因好。为你那时候还小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其实中国的很你多。笑的时候，你爸爸、那个奶奶什么的，他们教你什么，就你信100%信，你不想一想啊，可能是什么什么就对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妈妈说有圣诞老人，你就信了圣诞老人，这个对，对，什么小都朋友信，对。他就是信的呀，你就会很愧疚啊，是不是？You feel like guilty, it's because of you, 啊，and you 愧 didn't 疚 do 啊，对，anything。内疚、愧疚需要吗？内疚、对，愧愧疚，疚内疚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一样的内对，疚、就是我感觉我 guilty。小时候的教育是很不好的。然后如果说我要有小孩的话，我会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会就是如果说我没有，我觉得。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办法去教好他，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要有小孩。就你就是你就是害了小孩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教好他的话，或者说给他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的话，就哎，你生的孩子时候，你可以不用用不同的，对，我觉得哈，很难吧，很难吧，现在一个正常的人都找不到，是不是？好，OK，老师，现在我有点晚，我要去那个，睡要去觉，我睡也要去觉。睡觉了。OK，Thank you，拜拜拜。拜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我也要走了，拜拜，睡觉了。拜拜，朋友们，下次再来。